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吃的是火鸡面，还有脆皮五花肉。美食不能等待，那我就开吃啦。先吃个，先吃个脆皮五花肉，馋了好久了。嗯。但是再能肥一点就更好了，我不太喜欢吃瘦肉。嗯，这个皮好吃。哇，这一块好好吃啊，滋滋飙油，知道吗？哇，嗯，这个瘦肉太幸福了。再吃个不留心的。哇。咱们甜的和辣的一起。你们是从什么视频开始关注我的？好多油啊，你们看，看到没有？
太难嚼了。哇，哎，这几天降温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好保暖。再忙之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。